梦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爸，我看看，看。爸，你笑什么？哎呀，我们家顾女侠这真的是长大了。哎呦，这一收拾，我爸爸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嗯，那我好看吗？哎呦，可好看了。真的，我今天可是要参加散伙饭的，你可别骗我。那你能不能再加点红红的，然后把这儿再弄淡点，现在主持有点重，再淡点啊。啊，好，哎，你改啊，我待会儿再来看啊。好，太白了。吴小满，吴小满，你什么时候出门啊？你就不能走正门吗？你笑什么？有那么夸张吗？顾小满，你家馒头成精了。你少打击我，我爸说了，虽然有点白，再涂点腮红就好了。你这是半成品。再画点腮红，你现在本来就是馒头精了，再画点腮红你就变成寿桃了。你给谁祝大寿啊你？我给你。